啦，到下一位同學仔啦，佢好緊張啊！我都好緊張，其實你啊，呢、這個我記得我要介紹啲乜啦。我第一日教佢嘅時候咧，佢就一路哼住一首歌入嚟。咁當然係唔啱拍子嘅，佢係咁咧就咁。我問，即係我諗緊，你呢個年紀點會識埋啲咁嘅歌㗎？咁樣咁之後就同我講話，因為媽媽好中意，佢好想吹俾媽媽聽。咁啊，不如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同埋你諗住吹咩歌？我叫做譚浩然。我會吹《心不了情》。咁啊，交俾你啦嚇，咁你對住啲咪咯，好，加油啊！
間講啦。係啦，入戲好入戲啊！你啊，非常之好啊嚇。咁啊，媽媽感唔感動咧？好感動啊！100分。喺試過一台啦，下次我再邀請你嚟 ，OK？ 再嚟一個。